台湾人平均长度 10.5 cm， 好吗？各位观众，不要闹了，你们就是 10.5 啊， 10.5 知不知道？文老爹干电玩。各位观众，有没有看过二子啊？二子变欸，所以老爹是超欧的哦。各位观众啊，给老爹合过的账号有没有？你们看一下哦，我们的勇哥呢合成了，那等于六次中两只哇，他自己又合了好几次哦。哪个子变最好？来，各位观众，目前最好的应该是这一只哦，恶鬼杀手，恶鬼杀手是最好的。今天我们来试试看角色的强度啦，有强不？哎，这一只变身很方便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可以变宝珠，也可以变法师哦。要输出的时候变法师，然后呢，被打到没血的时候，我再变宝珠。好，你看我们现在快没血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换回宝珠，马上就满血。有没有看到法师跟坦克一样、哦？法师跟坦克一样，看到没有啊？你有看过法师挡在前面的吗？你看过吗？啊？到底谁是法师，谁是坦克啊？这是纸片的那个卡池加成是最多的、哦，还有纸宠哎，双子加纸宠。超凶的啊，这个账号，你们看啊，根本就是当坦克的、啊。那个今天有一个人打电话到我手机哦，然后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说有没有睡眠障碍？一个女生，我对天发誓，老爹绝对不唬小，我还有电话号码哦。今天下午大概5:30的时候，他打电话给我，请问您有睡眠障碍的问题吗？说真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睡眠障碍，但是这也太巧了吧！我刚好这两三天刚好失眠，他就打电话来。啊，后来讲一讲，后来收讯不好，我就把他挂掉，之后他就没有再打来了。啊，我说真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哦。对，推销的，听起来像推销的，不是啊，也太巧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才刚说我有失眠的问题哦，这两天有失眠，他就打电话给我，这太巧了吧？不用走位吗？你觉得看起来需要走位吗？老爹有 19.5 吗？坦白说，很多人都说，什么多少多少 cm 啊？说真的，我怎么觉得大家都这么 big 吗？难道是我特别 small 吗？啊？我觉得你们都很 big 啊，我很 small。I don't believe it。少来，我来查一下台湾人平均长度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英国一份新调查发现，台湾人平均长度 10.5 cm， 好吗？各位观众，不要闹了，你们就是 10.5 啊， 10.5 知不知道？不要讨论这个啦，等一下真的被黄标。这只是新纸片，对，这只是新纸片，我们来看看它多漂亮。老爹会去打架吗？我只有国中干这种事情哦。我高中也有，国中被揍过一次，高中去打架过一次。我们那个年代叫拓赌啦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？国中有一次我跟一群同学去打撞球，然后呢，那时候。就白目国中生吧，那时候我也算是白目国中生了。漂亮的女生就会多看两眼嘛。那时候我们就是看着对面的那一桌在打撞球啊，一男一女啊。啊，那时候我们因为我们人多嘛，我们就一直看对面的那一桌的女生，你知道吗？后来对面那个男生不爽哦，那个男生不爽，他从外面绕廊绕了十几个人，然后骑着摩托车过来，全部里面每个都带刀。每个都带刀哦，我没有夸张哦，用报纸包起来哦。然后我们四五个国中生就直接被揍了，就这样。我记得我被敲了一拳，超不爽。因为整群人里面只有我被揍，哎，我超不爽的。我跟你们说，
我那时候整群人哦，整群同学哦，啊，大家都在看，然后呢，就是就看对方那个女生漂亮嘛，就大家瞄一下瞄一下，啊，我们会自己讨论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女生很可爱之类的，有没有？啊，我明明也没干嘛，然后呢，那个男生绕到人之后，他把我们一群国中生叫出来，然后他第一个就冲过来先敲我一拳，就直接往我脸上敲一拳。然后旁边的人都没有被打，就我就只敲我一拳，所以以后我就玩一拳超人，你懂吗？然后我同学就赶快帮忙劝啊，就说啊不要这样啊，大哥不要这样，大哥不要这样。但我觉得莫名其妙啊，哎，这些人也有看你打我干嘛？还是因为我看他女朋友看最多，可我没有，我才看一眼而已，我根本就不觉得那个女生漂亮啊。我一点都不觉得那个女生漂亮啊！你打我干嘛？我没有捡到东西啦！靠腰，我没 Q 到物件啦，我都没有捡到没有可获得的道具啊！你们怎么捡那么快啦？有一个给我捡啊！看包包有卷，各位观众啊！我刚刚捡到这个啊，好像是这一只吧，我们现在在打这只吧，我打咯，可以吗？我可以打了吗？ Can I fire？ 应该没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。 Go go， 他们说 go go 了，好 go， 好，没问题，准备又要打宝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因为老爹的女儿念的是双语幼稚园哦，他们老师呢，他们的功课呢都是用英文显示的，就是联络簿啊，然后啊那个考试范围啊全部都是用英文哦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在整谁，你知道吗？我根本就看不懂啊，所以我女儿的功课我根本就没办法教她哦，可以请老婆教。我老婆也是看得蛮辛苦的，这只王打得超痛，我跟你说，勇哥这一只坦克哦，没在怕的哦。你不要看他的外表是武士哦，其实他是坦克，懂吗？你没看到他是 MT 吗？老爹要拉怪，往王靠近一点，靠近王，粘在一起就对了啦。好，现在血量很低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换回宝珠补血，这就是纸面的威力啊，各位观众。We'll be right back.